卷老师，等一下跟你说啊。这个皮肤是早年的炫狗，确实啊，总是炫布。拿到一下就不行，如果说诺手的血怒是五成，那铁男的血怒就是三成，他只要三成血怒出来你就会很难受。他的铁怒，他的血怒三成打出来追着你，这不 GIN 拉我自己闪就打出来。明榜，我那个什么什么了，要38000，不然不给，该怎么办？问问弹幕呗，来，问问弹幕，还是问问弹幕，审判来临。这好大呀，刚刚莉莉娅还在上，我直接就给人预约了。走了，后面有莉莉娅也要预约，因为等一下下一步我就没机会，预约就没机会了。可惜，这个钱我就不用了。
为啥800出门？因为我如果刚把钱花完，我就买不了神爪了，这是区别。 消费花了就没了呀，肯定得留着。你们要学会，有的时候有的对局，你可能你买了这个装备，如果对你的对线没有多大影响，就不要去买。钱不是花了就好了。你如果花了，你下一波你打不到那875会卡你手的。你还不如这一波稍微等一点，反正优势不够大。 优势足够大就不怕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想欺负铁男他散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哎呦，我的输出一直很高。 他不义我，学聪明，他义我的死，没事，照样你的义。打个闪吧，失误了有点，被他拽到，但是好像不失误也杀不死，这波最多就拿命换闪，能杀吗？ 出来！干嘛追出来啊？不追出来不死定了。我有移速很快的。 暗黑化死，莉莉娅不知道在哪给我零分。还真不知道，这把我还真不知道。有的局我知道，这把我还真不知道。哎呦！哦呦，一棒子敲死，好狠！ 手感怎么样？还可以。哇，持续这么久。
怎样的你？怎样的语速？好帅！哎，谢谢你的夸奖。哎呀，确实帅。就是有几个 Q 没打，这防御塔多打了一下。溜了溜了溜了。三把长剑的威力吗？加起来刚好70攻击力，还可以。 哥哥好帅，怪不寒。凑挺进吧，挺进做完看一下图。古怪形成，好专业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是。 结束小概率。队友好像要烂了。 杀我呀！我走了，伤害很高。 有病啊你！那杰是不是觉得他来了可以比这个铁男做得更好？他不相信这个铁男呢？
解救不了这个，且送了一个铁男更不行，万难玩，又是解夫。 直接砍死！他杰他一直来给我送啊，他没用的，打不过我，我血太多了。 点击举报试试，引爆 OBO。怎么了？好像好。帮。十五级，希望。来一堵。 太爆了！这个，留下平A没 A 到路，关键是这皮肤感觉剑很软，是吗？打剑姬第一剑推剑神，有猴子雷之稍微看见，怎么连这种路都不敢去？我也很怕猴子这种途径。主包终于承认自己开挂了。 这东西怎么说呢？你举报，看看举报信有没有用。哎呦，别追，别追，我差不多。这真给我打死了！这怎么可能追我的嘛？你一箭多，你这搞这种东西。 1000块，10百，哎，主播终于试了。主播这个看见那啥赢了，笑嘻了吧？怎么能说是笑嘻呢？我这也很难受呀。欣赏你说欣赏，那肯定是支持。
那你说输嘛，哎，那肯定是很难过的呀，怎么就笑嘻了呢？啊，一个什么小醒目是科比，来一杯卡布奇诺问打剑姬推荐什么，还是黑切吗？打剑姬你可以看情况啊，你可以裸黑切，也可以裸那个星虫，都行，黑切或者星虫，你选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出就可以了。说了，自定义十个，对那什么，对自定义十个人互殴，没什么区别。不是国服玩家的。我操，我差一点点，算了，回家等。白刀。直接一拐给露露闪都打出来了，这局。哎呦！要先做什么？跑这么快？来个破冰刀，这就够了。很慌吗？我的镜头，其实我觉得我的镜头还好。最后先来个什么？再来个盾牌刀，出圈哥好。我的护甲是真的吗？230。
伤害真高，这些亚子就不管。 哎呦，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个关注。还行吧，打铁男就相位就好，相位就好。